要开始。好，他那个礼服的下摆不会很难哈，会比上半身简单很多，但是要需要一点耐心哈，因为等下会，我们等下做前襟片的时候会折很多的折子，很多折啦，所以花比较长时间都在折那个折子。现在拿前裙片出来哈，先拿一片就好，就是像我这样拿这一片，然后拿前裙片。我的这个应该是不够长，前裙片。我这边很腹不够，比较短，你们应该比我长。然后再讲一下，如果你要做礼服，你的裙子要很长的话，你的布就是要更长一点，看你到时候布要多长。虽然我的布比较短，正常要这么长啊。对，我看我少了多少，少了三厘米。好，然后等一下，等一下这个17.5的在上面哈，然后这个有个2.5的，等下2.5对那个前中心哈。然后17.5是什么？是你的臀围线哈、啊，是你的这一条臀围线。17.5是对这条臀围线，然后2.5是对前中心哈、啊。所以先别上去哈、啊，先别前中心跟臀围线，先给它固定好。先固定前面哈、啊。然后接下来要看老师怎么折，要慢慢折。我讲解一下，我们是有做的前挡片，有没有？等到这裙下面裙子做好之后，我们要把它藏在前挡片的里面，到时候再藏，这样知道意思哈。前挡片就是用来藏这一块，不但因为我们先要折，我们先不要藏。好，先这样固定好，有看到？先固定前中心跟这臀围线这一条线哈，然后就看老师怎么折哦。来，先看我折，对，要慢慢折。那是要花一点时间。我们折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一条线？我们是有贴这个这一条贴边胶带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就顺着这个地方折。然后折的时候，这个线不要太歪掉，因为有些人会越折越上去，有没有？你要让它折完的时候线还是这样，臀围线还是什么？还是接近这一条线，有没有？这样知道我的意思，你不要越折越上，越折越上去。所以折完之后，臀围线还是要在臀围线。折就是这样捏小折开始折，有吗？你可以像老师这样固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等一下，你要把这一整个布有吗？折完的时候正好剩一点点在这里，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布数这么长，有没有？你折完之后。我从这边开始一折，折很多折，折到这边之后正好留一点点在这个地方，可能就留这样，大概15公分到10公分的地方。等于说我从这边到这边，我都要把它折到这一片上面去，所以这边会有很多的折子，这样懂那个意思哈。所以最后只会留这边边在这个斜边哈。所以折就是这样折，珠针都先准备好，会用到很多珠针哈。这就是练折了。万一你发现老师我布这么大，我万一你布这么大的话，代表说你这边折可以再大一点，才有办法把布都给它吃进去。所以我老师我就折大一点，让整个布吃进去。这样子有吗？折大，你可以折大一点，然后折一个直就把它固定一下，你可以这样固定啊，先这样固定。为什么先这样固定？因为我要先抓个大概，你不要给它固定，你会先搓一下，然后再抓，有吗？抓多一点没关系。然后你不要怕，你就先抓大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把所有布都给它吃进去，所以你可以先抓大一点。如果发现这边折完之后布还是剩很多的话，你再把它再多折一点给它。
所以折完之后会这样子，会这样蓬起来，有没有？然后为什么你会看到那么蓬？因为它做了三层，我们不要做三层，我们做一层就好，练习一层就好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这个越多，它为什么会越蓬？好，这样知道那个意思啊。所以现在回去慢慢把它这样折，把它这样折给它吃给它们。然后吃完之后，这个再给它不要歪掉，好，就是这个尽量不要歪掉，很危险。好，就给它可以不吃多一点。我也折一下。好，我们这种手法叫做盖别法，书上的名词是盖别的，它的专名是盖别法，你就记得这个名词就好了。好，就把它折一折。好，这不会难啊，就是花时间的练那个折。就尽量平均哈，把它平均给它。然后这个下摆这个裙子，我们做完我会用它做下一块的那个东西啊，所以就重复利用。然后折这个，你可能左手会很酸，你可以休息一下。折这个折的左手会酸，因为你要一直提着这一块布的嘛，然后把它折起来。好，可以折大一点啊。你要量一下。最后做的是，我们要量老师。然后给它抓顺，下面也抓顺一下。好，上面折完之后，下面给它抓顺，让它顺一点。这样子，这样到这了。
更久一天。刚刚说龙抽选会只有点到一片，那我们的前什么片有三片？是那个吗？前群总会有，前群不只有两片。啊，我多剪一片啊。那你就有一片当后的。你抓完之后再调整里面，再细调，再细调。老师已经抓完，但是你很丑，所以我要再调一下。但至少先把它那个距离先抓出来啊，然后你再微调啊。我现在要开始微调。你可以像好像先抓个大概嘛，然后再微调啊。我已经先抓好一个大概，然后我接下来我要微调，我要微调里面的那个抓痕。这是你自己过来的。好，就发现你的裙子是蓬起来的，就是有那个空气在里面。然后你再细调，把它调漂亮一点。要弄漂亮。老师什么很多哦。对啊，所以要弄漂亮。你看老师现在开始弄漂亮，我这时候先抓一个大概，然后这样开始往前面开始调整到很漂亮。因为你要先把一个大概抓出来，然后再开始往前调整，要调整到很漂亮。你先把一个大概抓出来之后，然后再往前回调，把它调到很漂亮。然后拉下面要拉直哦，下面那个线条要拉直啊。你看我是不是有折？你看我是有折的吗？我下面是不是拉了？拉直啊。我看到这样拉，稍微拉一下。他才不会很乱。就是把它整齐。拉一下，下面拉一下，好，它就很漂亮。你先抓个大概，至少布都抓出来，然后再微调啊。为什么要先抓个大概？因为你要确定布的量够不够，有没有正好到旁边。布很足够吗？布有多出来吗？多很多。那你就往前面要多抓一点。什么意思？就万一你最后旁边布剩很多，有没有？代表你抓的不够大片，你要往前。我要抓大片。你前面再抓大片。等于说你把前面的再让它抓大片一点，把布给它，然后平均分布在这个范围。这个是不难啊，就是要练习抓那个分量。对啊，今天讲的差太多了。你就抓到后来会熟能生巧。
练习抓那个。抓完就像这样子，看一下老师抓完了，就这样，然后线很整齐哦，一条线这样，臀围线哦。老师，哎，谁在讲？都会测很多东西。不会啊，你看我那个，到旁边刚就是你过来看，先挖。老师这样会太少折子吗？你太少，你看我很多，我有发现。然后我抓到旁边，就是我刚刚讲的胜出胜，大概这样子。所以我把我刚刚说先抓个大概。然后确定这边没问题之后，我再把如果不好不好，我再把布就给它吃掉。所以这边就把，如果你剩很多话，你就是把布再给它吃掉。好热。那可能皱褶太多，就是你这样很多人，那我就这样抓呀。先搓这边，然后这边再抓这个，这边再。所以要给他多了一点。你要吃断掉哦，你是要你从中间挑这样。断掉。然后就多两片。就是等于说我把布都给他前面做多一点的皱褶，他这样布就会是往前送，就是像最后就会像这样。我就慢慢抓。这边就不用装饰了吗？老师，对。这边就不用装饰了。这里面就是布抓了。这个它就抓到这边了。布整个都歪掉了，这样子。所以比较麻烦。可是后面要怎么办？因为你不是打脸。都来说，先抓个大概，那我。最后旁边就是剩一点点，所以你要布要吃多一点。
感觉今天是快速快餐太多了。好，可以看一下老师刚刚已经吃，给他吃不吃很多，做完就会像老师这样，有没有？每一块大概就是这个厚度，然后到最旁边的时候，它会剩一点点而已，剩一点点。老师只吃到侧边而已哦。对啊，后面没有。后面没有。所以你吃不要多吃一点。等于它一块布纸只有到斜边哦，就从前中心到斜边，就是要折成这样。有看我折的，就是要这样。有看到，就一块布的范围就到前中心到斜边，就是它就是要训练你这种折法，让它变礼服的裙子，一折一折的，然后下面把它拉顺了，这样顺了下去。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礼服定做的都那么贵，因为它下摆就是要这样一折一折的把它折进去。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礼服的第一层啊，然后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第三层、第二层，但你们我们不要做到那么多层，我只会跟你们讲理论啊，因为做到三层会很累，会很耗时间，然后布也会耗很多，所以我们只要定会第一层就好，因为二三层的原理一样，只是构造不一样，还可以接受，所以就练练那个。然后就一块布就是从中心到旁边，然后练习折这个，顺着折过去。所以我建议你们先折个大概，然后确定布的范围没问题之后再细折，就再往前面开始把它折漂亮，先折一个大概。我把原理讲给你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第一层啦，先听原理。他说快点，他说我想要，我就说什么生什么经验，他说快点，我问你用，然后他说不是，我们是想要的朋友。
我好喜欢。我讲一下原理，大家听一下。当我们不用抓那么多层，我们现在做好这个，我们叫第一层礼服，叫做第一层。那第二层要怎么做？你们知道原理吗？第二层做法跟第一层一样，好。然后第二层要怎么做？第二层就是你要在他的这个腿的这个膝盖，我这是我们的臀嘛，然后膝盖在这个位置，有吗？膝盖就是加第二层啊。把第二层的话，我们会加在膝盖这个位置哈，或者膝盖稍微往上都会加到第二层啊，做法一样哈。第二层是这样加的哈，有没有哈？告诉你原理，对，你们以后做礼服的原理就是这样子。第二层我们会从膝盖开始加，它将会越来越厚，有没有？好，这第二层。那第三层是什么？第三层我们会用网纱，会去买网纱，叫第三层，应该会做到四层。第三层我们会改用网纱哈，是硬的网纱，硬的不是软的，用硬网纱。好，硬网纱就是怎么加的哈？我看一下，先下，然后中上哈。硬网纱的加成是从下开始，这边我用红色哈，我用网纱。好，第一层会在这里哈，网纱硬的做法也是跟这个一样哈，但是用硬的网纱，第一层会用这个，会在这个位置哈，然后第二层会在这个位置，硬网纱的位置。第三层在这里哈，第三层在这里。所以现在已经做到第三，假设你做礼服这硬瓦沙是第三层哈，这样目前有没有问题哈？都听懂哈？第四层是什么？第四层就是最后再加一个，等于说我们再加一个布，是我们要最外面这就是这一层布了，这第四层哈，第一层就是加这个布在最外面哈，因为你硬瓦沙加完之后它会变成这样，我猜测这是硬瓦沙，它会变成这样。硬的网纱会这样，它会像这样，有没有这样？硬的网纱加完变这样，第四层就是最后的表布哈，加上去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做法跟第一层一样，做法就是加在第四层哈。这样就我们礼服就下摆就完成了，所以最后你做真的礼服会加到四层哈。就跟你们讲原理就好。这个折一个折子，你忘记折折子。婆婆说有个折，那个要折一个折子。你到这边都做对了，就少一个折子。婆婆说有个折子要吧。这边你看，这是歪掉的嘛，这是歪的有吗？所以用折子去救它，折了一个折子有吗？它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歪的？然后再这样，所以每边都会有个小折。上面对，这叫前挡。你看折完折子之后，它这个线是变平的。就是，你看我这样都是平的呀，我都不折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，反正你往下折。没有，就到这里一个，对，就这边。啊，所以这边也有。对对，都折一个折子，就让这个线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先折四边。没有，它不进去。好，这就是礼服下摆的原理。好，你有概念就好。因为我们要如果要做一针礼花，我们要做四层，那个很费布料，我们不要那么费布料，就跟你讲原理就好。老师，所以这个对这一条这是前后。这边有没有？就对这个地方，这一条。那我觉得它有些。
所以你这边多的都是要剪掉。折起来是跟另外后面这一块。这样，我是跟后面折接起来，然后留两公分，再剪掉。对，然后你再做后面，然后最后才是贴那个贴面。对啊，后面这一片，后面。给它后挡片。后挡片呢？后挡片对。好，我们今天进入就只到裙子的礼服的下摆，所以你做好之后帮我拍照上传就好，你自己再检查一遍哈。要写吗？今天这个不难啊。那时候以为它痛，又丑又厚。